the sunshine beckons to you, and your wings begin to unfold. The thoughts you bring and the songs you sing are gonna keep me from the cold. And if a sword is hidden among you, and its words may wound my soul, you can't fill me up with what you got, 'cause my heart's been a keeping old. She is love, and the ways are high and steep. She is love, and I believe her when she speaks. Love, and the ways are high and steep. She is love, and I believe, I do believe her when she speaks.爱狗人贾红秋过世，百只流浪狗失主人。收养上百只流浪狗长达21年的英文老师贾红秋，3年前曾为流浪狗请命，向台。不管是繁殖场或者是养狗场，甚至收容所，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赵生会的执行长，我们欢迎虎哥，他来到我们现场。会好好的，乖乖的，听话。
冬天天气冷，卖狗肉香肉的不法人士再次现身。这次被直击的是在屏东的高树乡，包括了动保处还有爱护动物人士，伪装成客人到香肉店，直接问老板有没有卖旺旺的肉。老板回答说有，你要几份，让老板煮上了桌，马上人赃俱获。当事人在表明身份，老板只得道歉承认确实有卖狗肉，而这下子至少得被罚10万块以上。屏东县政府动保处人员直冲香肉店，立刻看到后头厨房才刚煮好的这一锅热腾腾的啦，香肉店啊，这一锅就是刚刚老板的太太老板娘给他拿拿拿。原来这家位处高树乡公路旁的透天厝被民众检举，其实是违法贩卖狗肉的小吃部。动保人员一进去就发现这锅刚煮好的香肉锅，冰箱里头更是搜出好几箱已经处理过的狗肉，后头空地有疑似煮食的锅炉还有狗链。老板眼见纸包不住火了，只能够乖乖认罪。喊着卖狗肉，但没有宰杀。不过同时间，大家发现公路里的这一处凹槽，起码有20多只狗。估计民众也指证，知道老板有杀狗。爱狗人士一听，气炸了，回头又去找老板理论。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很过分呐、啊？这是我们的家庭，这是我们的家庭，你们不要宰了。动保处先就贩卖部分已经对老板开出10万元的罚单，但宰杀的部分还要再清查。事实上，爱狗团体已经跟进这家小吃部长达2-3个月，业者的狗肉来源应该都是随处抓狗宰杀。他们先前也派出县民购买火锅，后来鉴定确认卖的肉品含有犬肉基因，这回才会通知动保处来突击。虽然已经救不回先前受害的狗，但还好有保住这些从刀口拦下的狗，让他们至少能够过个安全的冬天。记者陈传庭，屏东报道。我们严正的要求我们政府机关跟检察机关要怎么样？禁收！大声一点！禁收！我们要成立什么？动物警察！我们要要求开放公园热火！将什么东西列为管制品啊？捕兽夹！再来！一切大概一不杀！我们为的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为的是全台湾上千上万的狗狗跟猫咪，我们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狗狗受虐、猫咪受虐，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是不闻不问。我们希望说农委会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，能够听到我们的诉求。最讽刺的是，台北市的流浪猫协会竟然是一位由韩国来到我们台湾工作的崔小姐，如果大家昨天有看媒体报道的话，我们的动物保护协会竟然还要由外国人来帮我们成立，这是不是一个更讽刺的一个问题？来，我们请，我们要求什么？大声一点，禁收！大声一点，禁收！大声一点，禁收！凡是有关对动物保护有帮助的建言，或是说心声，我们的都会虚心的检讨跟接纳。保护动物的工作绝对是第一优先的工作。农委会和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，我们也谢谢造生会。台湾下来，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警察机关不要拒绝受理我们的报案，对不对？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，我是连昭慈。我们都知道捐血一代救人一命，人在失血过多的时候可以透过捐血挽回一命，但是您知道狗跟狗之间也可以捐血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认识一群捐血狗，
他们都是最近一年才加入捐血行列的新血。每当接到任务的时候呢，都会由志工妈妈带到动物医院进行血液配对，而乖巧的他们总是忍着痛拯救其他的狗狗。让人不舍的是，这群捐血狗都是曾经被主人弃养的流浪狗。其中一只捐血狗 Money 四只脚掌曾经被捕兽夹夹断，不过呢，乖巧的它捐血的过程都不会挣扎。而另一只流浪狗大黑，一年前被人下毒丢在路边，经过志工妈妈细心照顾，这些狗狗现在不但恢复了健康，还有能力捐血救其他的狗狗。47公斤的白色拉拉大头全身无力地躺着，让医护人员把他脖子的毛剃干净进行消毒。在大头脖子找了好久，医生才找到可以插针的静脉。这是大头第四次捐血了，这一次捐了500cc。虽然抽血的过程有点久，但是大头还是乖乖地待在捐血台上。结束任务的大头精疲力尽，瘫在椅子上，模样惹人怜爱，完全看不出平常人来疯的个性。不过，活泼的大头其实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街头流浪了。现在捐血王只有大头。还好大头生性乐观，似乎早就忘记主人不要他。而他的好朋友老大比他还要胖，体重足足有52公斤，是只大胖狗，走路跑步都有些吃力。但是今年8岁的老大，一年前也是在街头流浪呢。他在那时候在流浪的时候，真的很瘦很瘦，几乎跟大家都看到排骨。看不出来哎、欸。因为我养他养一年了，一年多了，他越吃越胖啊。幸好被志工捡了回来，培育成为捐血狗。目前为止，老大已经捐了2次血，而赵生协会的第三只捐血狗叫做阿宝，是只长相憨厚、个性懒洋洋的黄金猎犬。来，哇，它可以懒到这样子。对，没错。对。不管怎么拉，阿宝就是呈现大字形，趴在地上不肯动。要带它出去玩，总是要大家七手八脚合力抬它起来。而且好不容易半拖半拉到了目的地，又赖在地上不走了，真的是很难的狗，可能会很怕被丢掉，所以他都一直要往屋子里面，都一定要待在屋子里面这样子。这群狗狗都是热血的捐血狗，虽然都曾流浪过，不过比起 Money 可能已经幸运多了。Money 原本是只相信人类的小拉拉，2岁多的时候，不但被饲主丢弃在路边，还被狠心的人用捕兽夹活生生把4只脚掌都截断。3年前被捡到的时候，4只还流着鲜血，遭遇十分凄惨。是我们这脚掌之后，我们就是会做一个这个脚蹼，这个让它至少说点地的时候哈，它现在还会痛，有点它可能会比较敏感。因为伤得太重，现在碰到伤口 ，Money 还是会痛到发抖，走路也只能一跛一跛慢慢前进。不过，个性文静乖巧的 Money 第一次捐血，即便没打麻醉，还是乖乖伸长脖子，没有挣扎。那我就看他说，哎，还算蛮胖的，还蛮健康的，所以就想说让他也试试看可不可以当捐血狗这样。现在的 Money 不但坚强地活了下来，还要继续贡献热血救活其他狗狗，真的要为他竖起大拇指。一样有着悲惨遭遇的捐血狗还有他大黑，现在的他又高又壮，毛色也是又黑又亮，但是去年刚被捡到是这个模样。恐惧的眼神加上瘦到每根骨头都清晰可数，也是残忍的人类恶意伤害的结果。那我们救援回来就是有送到医院去做一些中毒的一些急救，那后来急救完之后本来是说还有3天危险期啊。虽然大黑外表看起来很凶，其实非常温驯，捐血的时候也不需要麻醉就可以乖乖躺好。这些流浪狗变身的捐血狗，多亏志工蓝妈妈的照顾，现在才个个头好壮壮。
而且要培育捐血狗，除了必须是25公斤以上的大型狗，年纪要在1岁以上、10岁以下，身体健康也不能马虎，营养也要比一般狗狗来得好。这个是新丝虫的预防药，它每个月一定要吃一次。等等啊，等等，等等，好了，吃吃吃，快点吃，你吃。其实每个月就可以捐血了，就把它这个里面的液体哈，把它滴在它的皮肤上面，让它皮肤吸收。那必须叮咬它就会死掉。不过目前狗狗血型就被发现有30多种，全世界又没有统一的分类，加上台湾没有狗血库，所以当伤病狗需要用血，都必须紧急寻找可以捐血的狗，再把找来的狗狗血液一一进行比对，就是去把不同狗狗的血球跟血清做不同比例的混合，去做它的那个 cross match。如果捐血狗红血球和输血狗的血清可以吻合，才能进行输血。这项反复精密的比对，兽医师们得花1个小时进行，但是通常状况危急，过程当中不能出错，却又分秒必争。国内现在跟人一样标准人的医疗等级的血库的系统，其实在兽医还没有被建立下来。我们认为比较稳定跟比较准确的方法还是实验室等级的比对实验。台湾目前的捐血狗大多采取自愿式，只要饲主愿意，都可以试着带心爱的狗狗帮助其他需要的狗。这是我一辈子的家，因为我